我们睡5分钟好不好？我不想睡。睡了5分钟，爸爸带你去拔河、滑滑板，还要表演节目哟，好不好？我不想。你不想睡，让爸爸给你讲故事吧。小猪佩奇找到他的好朋友，都是鼻子长得，反正就那几个猪哈，然后红猪、黄猪，还有个电吹风。 还有猪妈妈，还有猪爸爸。好的，然后他们走啊走，就从那个楼梯这样上去，一个台阶，两个台阶，三个台阶，4个台阶。啊，突然看见了猪爸爸。爸爸。 爸爸，爸爸睡一会儿好不好？哥哥，叔叔，来来来，汤了汤喝。哥哥来了哈。睡觉吧，哥哥，我要跟你玩。 等一下才能玩，现在是闭上双眼，爸爸说了的。你不说话，他就不知道汤是。你不要唱歌嘛，我求你了。